天所有表演的一个开场。那今天在场有我们陈主委，还有我们农会两总干事，还有我们停车龙主任、大勤代表，还有那个读书妹议员的施秘书，哦，徐务组代表，我们现场代表，哦，还有我们杨俊成啊的一个许特助在场，还有我们黄俊元的哈啊这个助理，啊黄助理，还有在场我们所有的里长，还有受奖的魔幻父亲，在此我们的宝卷，还有我们各社哈啊的一个会长，所有的社友会务的啊在回家回见，所有的宝卷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鹿港镇庆祝父亲节，据我们的魔幻父亲的一个表扬。首先也恭喜24位的我们的魔幻父亲，可以说啊，你们在我们的家庭真的是占着非常一个重要的地位。也当讲哈，人讲爸爸亲情说，让我们依靠，让我们家庭一个很大的支柱，照料了我们整个家庭。也当讲哦，为家里点亮了一盏明灯。也当讲，我们在洗水，无烦无恼，无害怕病。总是啊，有爸爸，你也辛苦，你也艰苦，你也辛劳，照顾着所有家庭。所以今天这个啊，来111年度，咱鹿港镇在庆祝这个父亲节啊，能够吼啊，甲在吼咱鹿港啊，在安尼伟大诶安尼送吼啊，你们里内还有我们社团所推出的吼啊，这些魔幻父亲来做一个表扬，感谢啊，有恁啊，才有阮哦，也当互阮来的安心，伫社会努力。总是恁个安过年，互阮来感觉会当放心，一路甲阮看成大汉，互阮来有用有力，不管伫学业诶事业上，互阮会当认真拍拼。所以今仔做这场合啊，来甲吼所有在安尼魔幻父亲来做一表扬，相信你们吼啊为咱个家庭会当讲奉献了真多啦吼。啊，所以吼今仔就借机会啊表扬吼你们一些伟大的事迹。那尤其希望你家把天寿载灵收回，爸爸，大家父亲节快乐！祝大家哈啊，在场所有宝眷，大家平安顺遂，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欢迎万里长，欢迎东池里长邓义成邓里长，欢迎，欢迎。